就是我们带，如果不破自我，带着情欲，那爱跟慈悲呢，在人道就是一种就像上帝一般的，就是众生已经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他还爱着，还慈悲着，就是他里边有我嘛，有，因为你坐在这儿的时候，众生就是比如说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带着情欲理解爱跟慈悲是有局限性的。那爱跟慈悲里面，当你觉得你坐在这儿，你要爱这个世界，你也很开心的要爱这个世界的，那么必须这些人这些事啊，就是最起码跟你是一样的善良的，你才能爱得出来。就算是有一些小小的邪恶，你也能够爱出来。但是如果是极端的杀戮，就说有个人真的是站在你面前杀了一个人，而且是变态的，而且是没有原因的去伤害别人。那个时候，而且是伤害你或者伤害你最爱的小狗，伤害你的丈夫，就没有原因拿出刀就把他们杀了的时候，而且是肢解的时候，你很难爱个慈悲，还谢谢他，感恩他。这个世界是如此，你觉得是如此，为什么人心如此的邪恶，是吧？如此的坏。那个时候极端的黑暗降临的时候，你很难产生出这种人类的爱个慈悲，就会消失。因为我们是爱，因为为什么呢？人爱东西的时候是对劲的。我爱他，我爱这个小狗狗，我爱老公，我爱老婆，就是说他是一定要有个所爱的对象的，否则他的爱跟慈悲好像不起行动呢，他没有变成爱跟慈悲的化身。如果你带着情欲，带着自我变成他的化身的话，那就变成上帝了。就是你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你还是温柔的微笑着说啊，你钉我的那个时候，你不要伤到你的手啊。你可能会说出这种话，就说你慢慢钉啊，你别伤到你啊，我虽然疼，我能搞定你慢慢的啊。或者是众生把他钉在架上，他还说啊，众生不知道做什么，千万别掉地狱啊，原谅他嘛，上帝啊，怕上帝惩罚嘛。怕上帝惩罚那些人，定他的那些人说啊，上帝啊，你不要怪他们，他们不知道，这他小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带着我的，带着就是人类的爱跟慈悲。但是佛学的爱跟慈悲超越了这些，佛学的爱跟慈悲里边他没有超越，突破了人类的局限性。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他或者是一个佛祖，他不会被钉到十字架上，他里边有很多无畏力，很多善巧方便，很多的力量，很多的智慧，就是他以空性作为基础的。所以他可能一个佛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可能会用武力解决问题，他不是那么坐在那儿是你定我还说谢谢你爱你啊，他不会这样说话的。佛学是一种，就是说他可以突破人道的东西，他可以，他每一个维度他都认为他是个幻境，人力在这个维度里执着，人力在每个维度执着，但是他也有带着人力的情欲的爱，或者是人力的，但是他里边是无我的，有我你一定是做成了就像上帝那样的，就是说你迟早会可能有人会被伤害到你，因为你要原谅所有的人，宽恕所有的人，而且你的爱是没有对劲的，就是你虽然有你，但是呢你的爱是就算是这个世界你一直爱着柔软的慈悲着爱着爱谁，因为你就是个爱个本身嘛，你坐在这儿你就是爱柔软慈悲温暖，你就不在乎爱谁不爱谁，这周围是恶的还是善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保持着这种爱，柔软的保持着这种，而且这种爱不伤害自己，这就是上帝之爱啊，就是不伤害自己，众生怎么对你不重要啊，但这个你必须还要再进一步，否则你很可能被钉上是自己、啊、突破自我，里边人里边没有自我，没有我，人无我，这叫佛学里边这个人是个诸缘俱成的假合，里边没有我，万法无我，无自性嘛，你要把这个我，你的我是圆觉，是空性的，要回到实为，就是说无所不知，无所就是了了分明，对一切众生的善也罢恶也罢伤不到你，就没有什么能够碰到你一根毫毛，否则单说实现上帝之爱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众生太辛苦了，我觉得如果每一位成就者都来实践上帝之爱，虽然是众生会，但是众生多伤心啊，我们一不小心把上帝钉在十字架上了，你知道他万一将来他修行，他要是解脱了，你知道那对他是有多大个伤害啊，是吧？他不知道的时候把你钉上去了，当他知道他做错了的时候，你知道他万劫不复了，他会惭愧的，他觉得我当初竟然把自己的父母钉在了十字架上，知道吧？
把，就是说当一个人伤害到了他最爱的人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惭愧和痛苦吗？可能万劫不复，真的是他自己就不能原谅自己，怎么可能解脱呢？所以就不知道嘛，不了解把他伤了嘛，知道吧？嗯，所以这也是，你还不如惩罚了他，直接就把他惩罚了，他还好一点，他自己是吧？嗯，嗯，嗯，嗯。安住在空性修定，嗯嗯，对，先让自己快乐，变成爱的化身，温柔，这是第一步。就是坐在这儿，你就是你是没有对峙的，全世界人爱不爱你，你也不是说我爱，但一定要去爱谁，我爱，但是一定要有个爱的对象，不一定，你不一定爱杯子，不一定爱桌子，也不一定爱人，也不一定爱事爱事，但你就是爱，你是温柔的，你是欢喜的，但这个需要自己。也需要自己的福报跟善品德，很多也都修炼的。就是你坐在这儿，你一直是爱着，周围这个世界还是邪恶的也罢，是战争瘟疫在那边也罢，你是温暖的，你是爱的，哎，那也已经很，因为你有爱，你就像太阳一样，你有爱你就温暖嘛，你有爱你自己心里就暖暖的，而且你就温柔嘛，而且你是柔若似水，有爱的人会柔若似水的，他的心是柔的。所以他也不受伤害，就是真的是上帝众生定他，他也不受伤，他就是疼啊，他不受伤啊，他也疼啊，定他他疼啊，他流血啊，打他痛苦啊，但是他的心不受伤，他是柔软的，你能伤到水吗？你能伤到空气吗？你伤不到他，因为他爱充满了每一个地方，都是除了爱他没有别的了。哎，就是，而且他从一开始他的爱里边就没有对劲，他不准备爱谁，也不准备爱自己，但是他就是爱的一个化身，就是他就是这地球上很珍贵的一个东西，地球上最珍贵的就是爱跟慈悲，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最珍贵的一个品质，只不过是我们很难保证这个品质，每个人都有的，只不过是对他所爱的人就有了，没他不爱的人就没有，就不体现，但是呢，上帝。对爱与不爱的人都体现了这个东西，他保证了这个人力的，他以一个人的角度保证了人力最满最圆满的这个品质，这个也需要很多事的修行跟阅历啊，还有自己需要修炼的。但是这个东西呢，首先他到保证这个品质，就说他坐在这个世界上是邪恶的黑暗的，那他坐在那儿也是真的是放光的，因为爱跟温暖那个东西是会感染的，它会是一种场。也许他坐在这儿，十二个门徒坐在旁边，有人准备出卖他，是吧？你这个最后的晚餐吗？是吧？也许上帝坐在那儿，他心里很知道有一个门徒已经告发他了，他可能心里知道，不是，为了钱告发了他了。但是他的温暖跟爱还在这里啊，他不因为对方告发他，他失去了爱。他也不因为这个世界邪恶失去了爱，他也不因为你是善良的，他说不用爱了，他对谁都是一样的。他已经是变成的，他变不成邪恶的，变不成黑暗了，已经，他变不了，他就是那样的，然后他坐在那儿，但是他痛苦不痛苦啊，伤心不伤心啊，但是爱不会丢失啊，他也伤心，他也痛苦，他也疼啊，你打他，你扎他，是吧？定他，他也疼啊，他也哭啊，流泪啊，是吧？但是呢，那种伤害，他不是种伤害，是因为爱的一种，就是说。你定他，你打他，他会觉得说你啥也不知道，你怎么这么无名呢？他不是因为他很伤心，他流泪是因为你怎么还不懂呢？你怎么还在龙黑暗中待着呢？你怎么还在贪嗔痴慢疑黑暗中滞留呢？你为什么不走出来？你为什么不走到阳光底下，去坦然的去？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爱一个东西？一定要被爱吗？一定要爱与被爱，一定要对劲吗？就是他是可怜他，可怜众生才哭的，不是因为就是说，因为众生一定要众生是着相的，你知道吧？所以《金刚经》叫破相嘛。你爱一定要有个对劲，我要爱什么？我不能说我坐在这儿就爱着，但啥也没有，是吧？或者被爱，或者你爱我是有一个对劲，我也是个对劲吗？要你们爱我是吧？我爱你们。这个不是佛学的慈悲啊，这不是啊，我要爱你们，你们要爱我，这是我孝众生孝人孝都有了，这也不是金刚经里的慈悲啊，不是大慈大悲啊，你有你就受伤，
知道吧？有对劲怎么不受伤呢？我爱他，我很爱他，万一他是吧成住坏空了呢，是吧？我很爱这个杯子，万一碎了呢，是吧？这还有个是无常的嘛，是吧？那也很恐怖的哦。嗯，马上就伤感了，是吧？嗯，他讲的教义就不是以无我讲的吗？就是道家要不他不是从无我起点讲的吗？不管上帝修正到什么程度，但最起码他示现出的教义他没有从这个角度讲啊。就像因为这个世界的很多能讲空性的也是需要因缘的，就算一个老师比如老子啊孔子，老子修炼的也很高啊，但是他那个因缘他不具足，他去讲这一个他也不会讲啊，就是众生不需要啊。不是基督教圣经里边上帝就是那个耶稣也说有些东西我还没讲啊，我没讲到最高，有些东西可能他知道但他没讲啊，他可能讲了高中课程初中课程啊，是不是？但是大家在那个基督教里大家去学去奉献啊，也是爱啊，奉献爱啊什么，但是很多人着相啊，着黑暗相啊，着恐怖相，在这个世界看了那么多负面的恐怖的现象，带着着相的心你说怎么去爱？带着着相的心爱的都恐惧，万一我爱他骗我怎么办，他伤了我怎么办，是吧？就像前几天我看的那些有小女孩，她去吃饭被骗进去马上被杀了，是吧？强奸杀害，你说那怎么去奉献，怎么去爱，是吧？如果是个教徒，如果他是个不管是个基督教徒还是佛教徒，他为了信仰他会帮，不是有个孕妇嘛，或者是什么让他去帮忙一下，他去帮就把他骗到屋里杀了嘛，而且还是虐杀还是什么，就是死得比较惨，是国外还不是，是让他搬个什么东西，那个男朋友在里边把他杀了。如果不管是出于什么教徒，你让他生生世世这些痕迹怎么去消除？他敢爱吗？是吧？众生敢去善良吗？敢也善良也不敢，敢爱吗？他敢对那个杀害他那个杀了他那个人说谢谢你，我感恩你吗？破相，先破相，先破相，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们才有智慧去解决。但是既然我们选择了在这个世界做一个温暖的爱的人，就算我们没有证入空性，一旦我选择做善良，那也就无怨无悔嘛。就算被骗被杀了就无怨无悔，那是命啊，就是也不是说这个是宿命啊，但我选择这样，就算前边是狼群吃虎豹，但你选择了善良又怎么样呢？那有人可能说，你说看见一群狼你还善良，你还善的，你舍不得杀，你不被撕裂成八块啊，是吧？但是你就是那样的，你没办法。那耶稣他选择了那样吗？他选择为众生说要担业障，他有他的使命啊。普通人，但佛学他是不建议你这样的。他比如前边是老虎狼，哎，你明知道他会撕了你，佛学里边就是不建议，佛学里边就有善巧方便了，就拿出枪了。他说你拿出枪来是那就是善良，就是因为他会伤害到别人，你可以杀，但是那种杀里边有善良在。第一是他可能把你撕了，他可能把周围的人也吃了，或者是你为了救人类，因为你是同类嘛，那你可能就犯了杀业。那下一辈子，因为佛学不从一世看问题嘛，那下一辈子你跟他有杀业，如果他也转成人，那可能你会被他杀。就是主动承担因果，不怕，就菩萨会担因果的。就是我为了保护别人，我承担那个因果。举个例子啊，我可能把那个狼杀了，对吧？那个狼下辈子他就找你，就报仇没完。哎，那可能你就是受着过报嘛，是吧？你上辈子杀了，不管你是以什么角度杀的，上辈子经常有这护法护菩萨，就是你这辈子就写，比如写以前。菩萨有的什么经常些降服那些与海上的恶什么鳌啊什么那些吃人的那些，大家看过龙啊什么，那如果万一他转成人这一辈子，他就会找你啊，找遇到了他就会报仇的哦，那些东西很厉害的，他报仇，但是他会觉得你当年你说是你为了众生来杀我的，是吧？你是为了爱才杀了他嘛，是吧？那为什么单单不爱我呢？你爱那么多众生就把我杀了，是吧？因为他要吃很多人嘛。但也是一样，那就受报呗，那你也得了缘啊，受报。那受报那这就恨嘛，就里边有很多逆缘的。但是你了解的话，你就坦然受报。就是因为所有的护法跟菩萨他都是以爱的角度来去爱，
去造杀业的。如果你已经现在是大菩萨的等级了，那么你会不会为了拯救地球，为了众生，可能杀了外星人或者杀了一些，因为你要救很多人，你不得杀，为了你的小狗狗你杀一只狼，你是吧，到底然后那个狼找到你，说是你不是爱吗，你怎么为了他杀了我呢，是吧，是吧，你爱小狗狗吗，你想杀狼来咬你的小狗狗，你不得杀那狼，那狼说众生平等啊，是吧，这么说然后没办法这说的吧，那一刻你只能以自我来做了。但是如果你在空性里边，你要是正果了，在佛学里边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第一是你了知因果，你知道那狗跟那个狼是什么因缘，你了了分明，因为在空性里面知道嘛，有智慧嘛。第一是知道因果，你会按因果去调整。第二人情也在里边嘛，是吧，毕竟它是你养的小狗狗，你总不能把狗杀了给狼吃了吧，这还有人力的情感在里边嘛，这也是方便啊，就是你会找到一些很圆满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不会把自己憋屈在那，就是那样。那你肯定就是达到那个正果果位的那个上的时候，肯定我们要发生一些这种，你是个学佛人，你凭什么你不忍辱，你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们学佛人，我们怎么就非得忍你呢，有的时候也是就最了解，那是学佛人要忍的。因为你是个学佛，你问题不是你是学佛的，是你要成佛，你要成佛你就得不能着相，你现在不管他是善的恶的，当然说没有极端的，我刚才讲的太极端了啊，耶稣这些被定，平时我们就这些家务事，一些小小的，你咋了，我咋了，你骂我了，我骂你了，你说我啥了，我说你啥了，你对我不客气了，我对你不客气了，就这小小的这些东西的话，你就忍了吧，有啥的，因为你忍辱还是要三轮体空忍，就是因为这里边，因为你要圆满嘛，我空，这个四空，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如如不动的坐在这盯着。我看到啥了，我听到啥，不外乎就是他骂你，你听见啥了吗，或者我看到啥了啊，我听见啥了，这是人力看到的听到的，你现在不是要把自己放在佛的位置上吗，我是佛，人看到的是三维的，跟我没关系了，你不是佛吗，你忘了佛不能做人的哦，你先不能把自己放在人道的嘛，你看到啥了是人力看见的嘛，你听到啥了，为啥你就看到啥了，人力是有业报的哦，是吧，那个业报熟了他就看见啥了，是吧，听到啥了，嗅到啥了，尝到，都是人力这个机器，这个是诸缘具足产生个幻境，知道吧，所以这个看见啥了，你要你是佛你不能懂，因为你现在不是想成佛嘛，你现在是先建立是你是佛的知见，然后你这样不动时间久了你就成佛了，是吧，这不是修正嘛，那你要如如不动按住在这个我是佛，然后我看到啥了，那是人力的放一边，听到啥了人力的放一边，这不是修正吗，你这连人主都不愿，都是修正的，是吧。